红色的玫瑰是情人占有的渴望，黄色的玫瑰是爱人伤心的眼泪，紫色的玫瑰是女人浪漫的期待，一朵朵盛开的玫瑰是一个个神秘美丽的女人，她们一双双勾魂折魄的眼眸，隐藏着人世间最动人的故事。玫瑰园里的女人冷眼旁观又迷失人生，那双让人震撼而感动的眼睛，我们称之为玫瑰同龄眼。到祖都以后，我是温青青。到祖都以后，我是温青青。哎呦，安尼无好。乖应该吼，啊，较歹的。到祖都哦，那我吼。那就需要这个坎坷了，哎呦，安尼嘛无好啦，安尼吼，无够心机。哎呦，我到底吼，要怎自我介绍才好啦？阿叔哦，个性袂出钱，乌面绝对会帮我甩的啦。到时阵。我就是个就歹看，哦。你出啥？华丽呀？啊，罗莎你好。几百啦？就一天给就。这台电脑是咧安怎啦？那拢袂动啦！啊，规台机拢安尼，有影气死人，有影，这有影毋知是……大叔叔，这位是来应征的文小姐。哎，这无你，代志你随随随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。是不是电脑出问题啊？唉，规早起拢拍袂出来，我气死人！稍等下，我叫人来搁电灌水啊。董事长，我有一个方法会当处理哦，唔免电灌水啊。董事长，你看，只要把电脑关起来，搁重新开机。一百遍好像问题进前，所有问题吼就解决。你叫做温青青啊？你人生做也真水，头壳阁真好，是安怎？以前奈拢无工作经历？这是因为吼，我以前淡薄的爸爸不爱我出去做工课，所以吼，我才一直拢无食头路。啊，不过董事长，我才有物件吼，足紧的哦，请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。啊，那安尼，你即摆哪会又搁想要出来食头路？这是因为，吼。阮爸爸伊破病最严重诶，阮厝搁少钱，无钱需要一大笔钱来救急。啊，若无吼，真正会出人命啦！出人命？我是讲，我惊交袂出医药费，医生吼就歹甲我阿爸做手术，所以我真正最需要这份工课，拜托，拜托。安尼看起来。你真正是真需要钱用哦，我问你咧，你有男朋友无？
你跟你男朋友发展到什么地步？啊？在孤儿院长大的青青，出社会没多久，年轻貌美的她就被出手大方的世华追上。但好景不长，靠着经营声色行业谋取暴利的世华，没多久就因为染上赌博恶习，欠下一屁股债。而自从世华因为伤害罪入狱之后，青青就被讨债公司的流氓缠上，把世华所积欠的款项都算到他头上，三天两头就来骚扰索财。这对长久来都靠世华豢养的青青来说，简直就像掉入了炼狱一般。而流氓的逼债让青青更是对这份工作是不择手段，志在必得。啊，你那不要回答我的问题了，是不是你已经有男朋友啊？董事长，阮爸爸吼，伊即马泡面这严重，住伫个病院呢，我哪有啥物心情哦，去交男朋友啦？哦，啊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，我对你真满意。董事长，你敢要采用我？无，我无要采用你。为啥物？你明明讲你对我真满意啊！就是因为我对你真满意，所以我真喜欢你。我要将你介绍给我的姑子余旭做我，来做我的媳妇，和你跟我的后生做伙来继承我的家产甲事业。啊！青青做梦也想不到，眼前竟然会有时来运转的大好机会。只是人倒霉久了，他不免怀疑，怎么会有这么厚康的事落到自己身上？会不会是那个人长得特别丑，或者是外表有什么重大缺陷，还是眼前这个色眯眯的董事长心中另有鬼胎呢？姐姐，你稍等一下哈，我打算要离开哈。大叔，别紧啦。哎，玉旭，我你家了。啊，是，肯定是。玉旭一出场就以1200伏特的高压电将青青给电晕了。一席饭下来，只见青青不时的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，为的就是要想博得玉旭的好感。是的吼，我先去先化妆室。哈哈哈！哈，玉旭啊，最近这生意未歹哦。哎，我咧问你，你安跳到去点点无爱用我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呢？我知影啦。你无法度将精力也放袂记个点，啊！你也是唔知影，迄天是精力家己唔知好歹，坚持要离婚咯。你哪较有志气咧？啊！像你安尼提起来放袂落去，将来是要安怎出社会，甲人做大事业啦？唉，我实在真遐，我是安怎来找到你这个无路用的囝啦？啊！像你安尼，将来我是要安怎会放心将我的家产来交予你？阿爸，我真正是，我真正是最爱锦鲤的，我明无伊啊！我无管你遐尼济啦，你要甲锦鲤安怎我不管。你若是想讲要得到我的财产，你就爱生一个行家的第三代出来。这，我甲你讲啦，我是真介意这个先生，啊，你的意思咧？你根本就无需要问我，我靠选择权你晓？不是。就这样，结婚进行曲以最快的节奏把青青送入富丽堂皇的向家大宅。一心沉浸在飞上枝头当凤凰的喜悦当中，青青根本料想不到真
正的噩梦，竟从这一刻才开始上演。他在里边了，不去，爹头哥里面。哎，老马鬼啦！我袂认识，我家乡去啊。老金呐，没菜。啊，走啦！好。女婿，妈，女婿，你有病吗？是的啦，阿奶，啊，像啦。女婿呀，你老爸吼有话要跟你讲啦，啊，今仔日听阿带你，啊，你去平洗洗，啊，紧去，知无？哦，好啦。好你听，我看你穿个这样嚣哦，我都气啦，还唔紧去三万万？别见笑。奇怪，雨雪妈妈是安怎会遐尼讨厌我？我到底是做唔对什么？阿舅，我同照你的意思。好，阿舅，要不要来这里玩？这来来，好来来，恁两个来这坐。先生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就是柯律师，是阮的法律顾问。柯律师，你好。你好。先生啊，我叫你甲雨旭来，就是希望你会当在柯律师的见证之下来签这份合约。签约？签什么合约啊？是安尼啦。你嘛知影，我伫即个社会上是有头有面的人，我的家庭是一个名门望族，所以我希望你啊，以后也袂用个卡袂着，就要闹离婚啦。爸，我袂安尼，唔知影小好啦。你会晓安尼想哦，上好。你即摆吼，若来签这份合约，这就是咱的约束。假使讲你若伫个还袂生囝的进程，就要提出离婚，你不但提不到半仙钱的这个赡养费，而且你还阁赔偿1000万的债务。反倒转来，你若是替阮女婿生一个后生，你就会当得到3000万的鼓励，而且阮女婿嘛会当提早来继承我一半的财产。3000万，生一个查某就给我3000万哦。嗯。假使你若是对这个合约有啥物意见，你用提出来，大家参详一下啊。无啦无啦，我无意见，无意见，我愿意签。何律师，麻烦你将合约提回签。啊是。我就先过去啊。好好，雨西啊，你甲柯律师送一个。哦。柯律师，爸妈，若是无啥物代志，我就先回去房间啊。青青啊，你小留落来，我有话单独要甲你讲。你先入去房间。不。雨旭啊，嗯，算到这就好啊啦。今仔是你的身份之一啊，你千万都唔通领落着这么水的新娘啊。柯律师，柯律师，雨旭，啊，还阁有啥物代志是啊？请教一下，唔知即妹即摆安怎？伊最近情绪较平静啊，不过我实在是想无，恁明明还阁真爱对方，啥今仔日要行到离婚这个地步咧？
阮哦，苦衷啊！不管安怎，你今仔日也已经搁再婚啊，听我的苦劝，从正面放下袂记是好啊，经一段新的婚姻。 你只要我大，也会跟我爸同行出来。不过，今晚我一定要让你知影我的心意。姐妹，你的这世间，我只爱你一个啦。不管安怎，我拢袂放弃你。但今日代志结束了，不管需要偌久，爱付出偌大代价。 我一定让你重新来接受我，倒来我的身躯边。爸，这全部，真是拢要送我哦。当然嘛是真正。 爸爸，干嘛骗你哟？来来来来，爸爸给你挂哈。爸，爸，你别麻烦了，我给你挂就好了。别啦，别麻烦了，我给你挂。别啦，我给你挂。妈，我给你挂。妈，我给你挂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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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向母的话似乎点出了向家有着不可说的某种企图，显然这桩婚姻暗藏着玄机，让不明就里的青青一头栽进诡异的陷阱而不自知。我感觉足奇怪的呢，妈妈拄只讲迄句话，到底是啥意思？啊，搁有啦，伊是安怎遐尼远远啊？迄是阮妈妈约袂讲的啦，你莫想遐尼济啦，脚踏去靠后面啦。哎，袂用个啦，这件代志还没问清楚之前，我困袂去啦。玉旭，我伫想吼，是毋是因为爸爸伤过疼我？你知影无？你上课里出出去的时阵啊？爸爸留我一个人落来，提一大堆的珠宝，拢要送给我呢。妈妈，哪有可能哦？因为爸爸疼你，煞来生气啦。你莫想遮尼济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莫想遐尼济。我生查甫了后，真正有三千万哦。当然是真实的啊。哇！生一个查甫就三千万？玉旭。好不好？
十三个哦，有够亲密的耶！雨旭，你是安怎啦？是谁打来啊？我有足重要电话哦，爱讲啦，你先去睏啦。奇怪，是啥物人打电话？雨旭是安怎来甲我讲？姊妹，你听我讲啦，这毋是我的本意啦。不是我要害伊，是伊家己自愿的啦。我家结婚咯，是爸爸的主意，我根本就无选择机会嘛。我保证啦，我绝对哦袂卡着伊啦。你相信我，你莫生气嘛。喂，姊妹，稍等一下，你莫看电话啊，姊妹。你听到啥？讲啊！我刚刚听到讲，你亲像吼，在叫一个查囡仔的名尔啦。雨旭，今日是啥？哎呀，你莫管遮尔多啦！咱虽然吼是阿母，也毋过，请你以后尊重我的隐私权。莫凊彩哦，偷听我甲别人在讲话啦。你莫生气啦，我是关心你。我替你抓铃，你莫生气。啊，唔免啦，唔免你抓铃啦。时间已无早，较早睏的啦。要睏啊！哈哈，好啊好啊，生气较重要。奇怪，那你早雨旭是去倒？我就给你加较大坑的，好你晓得较有。
来吃香港啊！啊，晴晴，啊是发生什么大事啦？爸，妈妈姨，妈妈姨，我问你啊，啊你是甲晴晴哪心？我无啊。无，无伊会惊到安尼。我。青青啊，啊是不是妈妈欺负你哈、啊？你跟我讲，我会替你做主吼、哦。爸，我无代志，我无代志啦。雨欣，我上班要袂赴啊啦，有啥物事等我回来才跟我讲啦。爸，咱好出门啊，透早搁一个会要开嘞。好啦。我问你嘞，昨雨欣是无甲卡着？你莫袂乱讲啊！你免骗我啦，雨欣哦根本就无想要卡你，我阁知影哦，一世人嘛无想要卡你。你青青越想越觉得委屈。不说向母无缘无故对他充满敌意，向荣似乎也对已经成为媳妇儿的他不怀好意，而最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雨旭似乎对目睹的一切毫不在乎。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家庭啊？而向母为何又会知道他和雨旭还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呢？这会不会和那个在新婚之夜打电话来叫做静美的女孩子有关呢？主要有记忆开始，查甫人看到我，拢卖流嘴毛，我就不相信，必须是插头，对我一点仔感觉拢无。我一定要把雨雪的心，为前面遐抢过来，我一定要让雨雪爱着我。你过来，过来吗？喂，静美，啥物？车刚烧了，啊，人有安怎无？啥？好，你别惊，你别惊。你等下等我，我水过哦，好，好。雨欣，你阿妈出去，你阿妈离开我无？哎呦，你放手啦，我做大代志要去处理的啦。雨欣，什么代志？会比我需要你讲较重要？哎呀，你莫耽误我时间，这么重要。雨欣，快走！雨欣，雨欣，雨欣。你放手啦！我叫你放手，你听爱我啦！雨欣，安尼啦，你先甲我讲，金米到底是啥，交你阁有啥物关系？你今日吼，若是无甲我讲清楚，我绝对袂让你出门。好啦，老实甲你讲啦，这妹是我的某，那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都袂讲啥，我才是你的某呢。虽然吼，我甲这妹离婚，但是我是这妹。这真正是外公，永远外公。你，你哪会讲这款话？哪能我上下啊？哼，你干哪是孝顺阮大姐姐，敢不是安尼？不是不是，雨欣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真正爱你。你给我放开啦！我无在谈你这种事。你放开啦！放开啦！啊！雨欣，我跟你讲，你听听。哦。用迄个耐心甲我看，我哪是甲你讲，
就算我用错，把疑心拔掉呀。伊那是心情烦乱哦，要走去找锦美啦。为什么？既然要来锦美，是安怎约甲锦美离婚，来跟我结婚？那不是迄样发生种的代志，锦美来云来。妈，你是安怎啦？迄暗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爸，阿公，你是乌白甲清清讲啥？我无啊。无，跟我来房间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讲。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青青感觉得出来，向家三口好像有什么秘密在隐瞒着自己，而且还和雨旭的前妻静美有很大的关系。那要如何才能得知这个秘密呢？隔天一早，青青便主动去跟家里的佣人询问起有关静美的事，没想到竟然得到一个让他瞠目结舌的答案。阿秀姨，你在报应啊？小奶奶，你有什么代志要吩咐是唔？啊，无啦无啦。我着吼要吃饼吼，要摕转去，互恁家的囡仔吃啦。小奶奶，你人实在真好呢，好斗阵，阁无计说，啊对下骹手人吼阁大方，甲较早的锦美小奶奶一模一样呢。啊，我无讲，我啥物拢无讲。阿秀姨，无紧啦，其实吼。我对锦美也是足好奇的呢，听讲吼，伊甲雨雪感情足核心。阿秀姨，咱拢是查某人，我唔惊你笑我。其实我嘛知影讲吼，雨雪到即马阁是足爱锦美的，啊，不过我实在是足想要知影的，锦美到底是甚么款的查囡仔，会让雨雪遐尼爱伊？我拜托你啦，你甲我讲好无？小奶奶，你真是想要知影哦。嗯，就算讲吼，是我拜托你啦。你若有搭三工，我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把雨雪的心为锦美遐抢过来。不管怎讲吼，我即马才是雨雪的母啊。阿秀姨啊，拜托你，你甲我搭三工好不？好的。阿秀姨告诉青青，静美是个很有气质的大家闺秀。跟雨旭是在留学时候认识的，两个人对彼此一见钟情，回国后没多久就结婚了。婚后夫妻的感情更是如胶似漆，雨旭就连出门上班也会不时抽空打电话关心静美，听说一天可以互相打上五六十通的电话，好像一刻都无法分开似的。还有不管雨旭应酬到多晚，静美都会在楼下等丈夫回来。既然伊两个人遐恩爱，是安怎会离婚啊？这我嘛唔知，啊，不过吼，伫离婚的前一天，有发生一挂奇怪代志呢。是啥物奇怪代志啊？阿秀姨啊，你紧讲啊！啊，就迄天吼。小奶奶，这么早你是要去哪啦？小奶奶，小奶奶，怎奈安尼？啊，少爷搁在家无伫个。少爷回来过一天，就传出伊甲锦美小奶奶要离婚的消息啦。阿秀，你话伤济哦。是是是，我即摆虽然也无闲。阿秀姨，阿秀姨，妈。你的面哪会受伤啊？我这是跌倒的，你要管遐济啦？
妈，是不是爸爸拍你的？无啊，伊哪拍我？是我家己爬楼梯爬无好势，跌倒的。妈，你唔免骗我啦，你的伤吼明明就是人拍的。我拜托你，你莫去跟别人讲。我以后袂找你的麻烦，我袂对你后袂乱讲话。你莫求你，你莫去甲因斗，啊无伊是会怪我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了。看了眼前这样的情景，青青有些错愕了。为什么项目会突然间变成这样呢？这其中难道又跟那个静美有关？静美的秘密虽然查不出所以然，但是青青对雨旭的情谊却深深打动了在向家帮佣多年的阿秀仪。于是阿秀仪巨细靡遗地告诉青青关于雨旭的喜好和兴趣，希望能够帮助青青掌握丈夫的心。为了能够虏获雨旭的心，青青决定利用从阿秀仪那儿获得的资讯，学习静美等候深夜未归的丈夫返家。而为了达到感动雨旭的目的，青青不惜祭出了苦肉计，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穿得性感单薄，甚至还准备了一杯冰块来降低手的温度，制造等候已久的假象。奇怪呢，啊，拢已经两点半，雨旭哪会回来？我实在是忍到冻袂住。是青青啦，你伫咧倒位啊？你无回来吼，我睏袂去呢。什么啊？你敢毋我回来啊？哎，啊你别过来啊，无卡着来讲一下，害我哦，戆啊蛋！你话到底啥？你莫想遐过哦，咱才拄过婚尔呢。喂，雨，刚挂我的电话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接下来我要去是干嘛飞机？我混蛋雨旭！青青实在很生气，在床上辗转难眠。不过一直到这一刻，青青才知道自己对雨旭的感情已经产生了，因为她一想到丈夫现在可能在别的女人身边过夜，她就妒火中烧，心痛得不能自己。就这样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像，喜像，无人。奇怪，根本就无人，是毋是我家己想伤济啊？雨旭，你回来啊！雨旭啊，你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快紧啊！
你会当讲出来，无的卡，我会当给你斗三工解决问题哦。你莫怪我，我只要出钱子。我哪样袂怪你啦？咱是阿母呢，你有代志，就是我有代志。你紧讲嘛，讲啊！哎呦，这边讲哦，以后唔记记我，叫我好好对待你，安尼你有怀疑无？我闪啦！雨轩，雨轩，雨轩，这边我弟弟，你讲我，讲我，我永远哦，拢是你的宝，拢袂离开你，我是你的人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爱的，唔是你那钱，是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好不好？我袂安尼做，我袂用去对不起姊妹。我答应，甲姊妹离婚，我就已经最后悔啊！我绝对哦，袂用去做对不起姊妹的代志啊！哎，雨轩，雨轩，哎呦，你别搞我扣啦！哎呦，够了，雨轩，雨轩，阿爸。代志你敢相信是参详好阿袂啦？阿袂啦！你安尼卡手万吨啊，啊是要到当时才会当进行迄件代志啦。阿爸，你莫想遐着急啦，你加我一点时间好无？我想讲哦，互亲亲哦，甲咱厝诶较有感情了后，才甲伊讲迄件代志。我看你也不敢骗我了。父子俩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他们对青青到底有什么阴谋？随着事情的发展，一个骇人听闻的内幕即将揭发。鱼子酱，啊，搁有，啊，搁有这羊排，搁配一罐红酒，安尼好不？你哪知啊？我爱食羊排甲鱼子酱的。我问阿秀姨啊，只要哦，有关系着你的代志，我拢想要知影。啊，唔讲哦，我希望讲以后这个代志，拢是你亲自甲我讲的。我到底当是安尼做？有啊，当然嘛有解答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就是我自细汉就希望做爸母王子，你缘投、调皮、温柔、骨头精，我实在吼是最喜欢你的。我无亲像你讲的遮尼好，我对你嘛无够好啊。雨旭，无要紧啊，咱做伙吼，把过去的代志咱放下袂记。我只要吼，你自今仔日开始对我好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对啦，雨旭，昨暗吼阿爸甲你讲的讲遐尼久。你是在讲啥？阿爸是讲哦，希望你会当哦，较早替阮家生一个孙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你的意思诶？我当然嘛是安尼希望啊。啊，不过雨旭，咱到即卖哦，啊，毋是真正翁仔某，是要安怎生囝啊？谢谢。你先点出来，我来变数。雨
雨旭哦，伊应该不是在拍戏吧？小姐，我要订椅子架，带阳台。什么时阵出嫁的？系啊啦，伊伫遮找我报婚，我伫附近遮。亲家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雨旭，你是莫问遐尼济啦，我想要回去，咱回去好无？对。好啦。倩倩，你最近一定爱较细腻的，细华已经坐到厝内啊。什么啊？你讲细华真正出来啊？伊有去找过我，把阮家用到乱七八糟，我足惊的，所以我马上就搬厝。我本来想讲，伊可能找袂到你，所以无想要让你加操烦。不过，我想到细华是遮恐怖的人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甲你通知一下。是啦，是啦。伊真正是有够恐怖的。好啦，我会较注意的。你家己目视哦，爱较细腻的吼。过一阵仔，我再去看你，哈。拜拜。青青挂掉电话，却不自禁发起抖来。认识世华可以说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梦魇。两人刚相识时，青青曾经因为世华的淫荡攻势而芳心暗许过。但是两人越交往，世华狰狞的真面目也就慢慢浮现。他是一个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往往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真理。要是青青稍有违背，世华发起狠来就是毫不留情的拳打脚踢，还自认为是为青青好。青青在不堪长期被世华打骂虐待之余，终于鼓起勇气报警，把世华送进了监狱。是安怎？人无爽快性？有啊，我无代志啦。世华真正出格啊！我是毋是哦？应该报警，请警方来保护我。袂用的，若是报警，雨雪爸爸妈妈一定会知影这项代志。伊遐尼爱民主。一定会原谅我的啦。心肝，这年我无看的，你的身材是愈来愈好哦。哎，细华，你紧走啦！法院哦，已经对你下禁止令了呢。你若是搁这讲话，你就会有代志，哈。心肝，你敢不知影，我有偌思念你的，我应该为你冒灵魂危险，我才唔惊什么禁止令。对啦，搁有迄个禁止令，我有想起。迄当时，你敢会心凶？若报警倒我抓，搁我伤害。我行进这什么禁止令，不准我接近你。世华，我不是故意要告你啦，是吼，迄个律师伊教我的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心肝，你免惊啦。
这年我吼，我想了真多啦，我知影过去是我唔对啦，我以后吼保证袂阁伤害你啊啦，吼。小华，你无唔对，是我唔对啦。小华，我拜托你，你帮我算好无？你有什么条件，我拢答应你，拢答应你啦。你为啥唔肯相信我？你敢唔知影？自我出国了后，我是偷偷咧保护你呢。头前咧结婚迄阵，就是我替你加持咧，想要将你斗位死后搞的。啊！阮大哥是你拍的啊？其实吼，我也真丢度啦。我明明知影讲你已经结婚啦，是应该祝福你才对的。要唔过一段时间，我观察到你过来并无幸福，所以哦，我决定要带你做人走。你别哭了，我知影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？我到底哦，是应该安怎做才好？不行的，我一定要赶紧想一个办法，把这个水尾道人赶走。啊，有啊！小华，你看，这有几袋物件，搁这香蕉，都是因送给我，全部拢送你啊！你紧走。唔免啦。正好你家己留去挂啦。拄好吼，我去老查某的房间吼，见春秀哦，摕了袂少啊。你看，千姐，是我啦，我回来啊。开门啊！小华，你紧走，我等来，紧来，紧走，紧走。我不爱走啦，结婚，你跟我做人走。小华，我已经是旁人某，我袂使跟你走啦。我不管啦，阿婆，我把门拍开，你来叫你阿，阿你赢我，好。谢我，谢我，你赢阿妹啦，我不想要跟你走啊。阿公，我想着，因够足多吼，有几大物件，藏在我暗箱，等我来去摕着了后，我就去找你，安尼好无？你讲是真的，你无在骗？肯定嘛是真的啊，好，你走。好，阿妹，你去保重哦。嗯。才不才来开门。雨勋，是的啦，我拄只吼就伫个诊所啊。原来是安尼啊。嗯。阿秀讲，你身体无爽快，阿即马有较好无？所以我来找你看医生。雨旭，多谢你对我遐尼好，我无早看医生啦，我只要有你，只有伫你个身躯边，我才感觉幸福佮安全。雨旭，青青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跟雨旭之间的感情才稍有进展，世华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出来搅局。殊不知，世华的出现，恰是揭开向家父子阴谋的催化剂。秋天实在是挺好的查某囡仔，我已经对伊遐尼歹，伊不但无扣分。真倒是为着要替我形象乌面的，你思想着个性，你叫伊无爱人，是吗？又搁愿意放弃少年那样想吗？来缀我走，我实在足幸福的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伊。你是要创啥啦？我也无方法啦，有方法无方法，你家己心肝来知影啦。黄世华，你来知我的名？我已经注意你足久啊，发现你秒死我都
继续去交代温青青小姐。是谁讲的啦？我无啊。有无？你家己知影啦。我是好心要甲你警告，你若阁继续交代温青青小姐，后世人哦，就准备踮龙眼来食免钱饭啦。我我排转去龙眼啦，我排转去啦。我听袂超过伊，伊去接阮青青的啦。上好是无，若是互我抓到哦，就互你好看。走，听到无？以后若需要阮头路的所在哦，才尽量吩咐啦。为了怕报警让自己的过去闹得人尽皆知，甚至引起轩然大波，所以青青灵机一动，买通几个征信社的员工，假扮警察来吓走世华。在除去世华这个恼人的威胁之后，青青便继续为赢得雨旭的心而努力。雨旭。雨旭，早早等啊！走。你是安怎一直看我？我有啥所在唔对心？真正，你今日足水。真是啊！啊，对啦。你进去洗手面，我替你准备牛奶，还有你上爱食的法国吐司。现在这种行业呢，我是来洗手面。嗯。你连气功拢听我七口啊？女婿，你今日吼穿这件衫，甲这条内裤带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啊。雨旭啊，你饮了吗？啊，赶快回来哦。好。啊，姐姐，我去买，我去出门。开车较顺利呢。对我真好嘞，到时阵啊，我是变来甲这样代志，开始甲讲嘞。但是我咧拖嘞，我是变来甲阮阿爸交代，骨子没伊。丽兰。好联系的啊！哦，你先注意。机关。遐尼暗啊，雨旭还袂回来，卡手机还阁袂通，敢毋是出啥物代志啊？为什么我那么叫车老师？我为什么不爱去试试的尊重？雨旭啊，你是安怎就抓你家己啦？
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嫂，雨雪，雨雪，你是安怎啦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莫甲我遐惊啦，你去甲我讲啦，啊？你走啦，你！雨雪，你要去倒啦？雨雪，雨雪，哎，雨雪！青青明白地知道，雨雪的行为并不是出自爱意，而是源自对静美改嫁的恨意，自己只是雨雪报复静美的工具。但是最后，青青放弃挣扎了，因为深爱雨雪的她只能自我安慰，至少从此以后，静美的威胁将不再存在，而她也将和雨雪变成真正的夫妻了。然而她哪里知道，这只是表面假象。一个让他痛不欲生的阴谋已经悄悄展开。我想吼，爸爸伊讲的拢是气话啦。雨雪，我真正什么拢无。
旭，你真正唔免烦恼啦。你是爸爸唯一后生，伊把个家产留予你，伊是要留予谁啊？我再讲吼，爸爸搁再安那生气，等我吼，若是生囝了后，伊看到伊可爱的孙，一定会原谅你的啦。雨旭，雨旭，答应我，你以后绝对袂阁做这种代志啊！你紧讲，你紧讲啊！你也是走好无？我唔走，我绝对袂走。雨旭，咱今仔哦是真正阿公阿母呢，不管安怎，我绝对拢袂离开你，我唔走啦。阮爸母连我死活拢无要采吧？你搁留下是要做啥？雨旭，我爱你啊！你莫搁浪费时间了，好无？我已跟你讲过，我只是永远只爱一个人，我永远拢爱你。我最后悔。当初为着阮爸爸的财产，我无放弃一切。啊，今离开这个可爱家，我真正最后悔，我最后悔。也不过，一切拢袂好，我已经什么拢无。不是，不是安尼，雨旭，你告我，我是真正爱你，你相信我吧。我都跟你讲，我无可能爱你，我永远拢无可能会爱你。你爱面对现实好吗？我会当坦白跟你讲，张梅，我跟你发生关。想要保护姊妹尔，我自头到尾，我拢唔捌爱你，你知影无？你有啥？你有啥？你就是讲，我唔知在想啥事，为着你，我连我的自尊都无爱你啊！你竟然讲这种话，甲我伤害！
我早就已经无爱伊。啊，不过，不管我安怎做，你就是不肯放我煞，搁控制我的钱，你真正敢会怕我？你让我对你有啥良心？有啥物良心啊？不是安尼，你无可能无的。你向你说，让我一个解释。今日面头前，都我会拍落去，所以你才会变成安尼，对无？你真正是一点仔都无变。你敢若愿意相信？你敢会相信你自信？这说话不对，我关键妈还是固定。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。你是爱我，你还是爱我？行。爱死我了，老三。行。你想我是乖乖听话的，亚兰，我得去开始你的证据。对头。不敢让夫家得知自己受辱的青青，最后想到投靠好友小文，但不论小文怎么问，青青就只是抱着小文痛哭，什么也不说，因为这样的处境又叫他如何说得出口呢？第二天一早，青青还是决定回到雨旭的身边。经过一整晚的沉思，他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雨旭。为了雨旭，他什么都可以忍耐，却不料迎接他的竟是一个更严峻的打击。满怀心事的青青赶回医院，才知道雨旭已经出院，于是青青急忙又赶回向家。我拄则吼，赶去病接你，因甲我讲，你已经来出院啊。雨旭，你是毋是去讲吼，我早晚无转来？好啊，你莫阁烦我好无？就算讲你永远袂转来，我嘛无差啦。你，我已经无偌济时间会当挽回正面咧，你就好安静伫遮写杯好无？你甲我出去啦！雨旭，我嘛出去。你别管我了！嗨！啊，雨旭，我来救你！啊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再讲救命是人，我才不是人是。三雨旭，你敢知影？我为着你，我去学了。我较早就甲你讲啊，足清楚。我只是啦，我敢若爱静美。你莫再浪费你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出去啦！雨旭，哪能你是个？谁在跟我离婚？谁在？谁在？我一当初根本都无选择传你，这一切拢是阮爸的意思。假使讲你若想要知影，你就去问伊。你莫问我，你出去啦！雨旭，雨旭，雨旭，你回来啦！雨旭，什么？你要离婚？这是我叫你按签的契约书。无唔对，你应该袂晓袂记哩才对。你若是即摆要离婚，你就要还1000万的债务。青青啊，较冷静嘞，你何必为着甲雨旭结气，来放弃着这么快活、这么好过的生活嘞？爸，我毋是在甲雨旭结气，是雨旭的心，根本就无伫咧我遮，我实在是无法度搁忍耐。
搁安尼落去，我真正会气笑啦。千千，你莫伤心，雨旭对你冷淡，还佮我，你若是乖乖听我的话，我一定好好疼惜你，我疼惜你吼。叫你放下尊重啊！千千，千千，这个大包就好。你若替阮家生一个大包，我就给你3000万，给你开病房的3000万，你敢敢我敢放弃？我再讲，1000万的债务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是惊你若还不出来，你要过着真凄惨的日子。你，阿狗你，你要笑吗？青青在现实的考量之下，只能继续拥抱这段痛苦婚姻。就在不久之后，她竟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让青青的心里充满了矛盾和挣扎。在考虑再三之后，青青决定放手一搏，期待肚子里的孩子成为她和雨旭之间的最后转机。雨旭啊，是你啊。雨旭，我有心安呢。你讲啥？咱就要有囡仔呢，你有欢喜无？这哪有可能啊？雨旭，你怀疑我在骗你哦？是真实的啦，我真正有心安呢。芊芊，咱哦一定要将这个囡仔生落来，到时阵哦，我阿爸若是知影，一定就欢喜。沉浸喜悦中的青青丝毫没有发觉雨旭似乎另有图谋。说来也奇怪，从这晚开始，雨旭似乎对青青特别热情起来，不但每晚吩咐下人煮补品给青青喝，青青更常在半梦半醒之间感觉到雨旭在跟自己亲热。另一方面，为了防堵世华再来找自己麻烦，青青花了不少钱请动黑道来摆平世华，并给了世华一笔钱，要他远走他乡。好了，我今日都带一个面子了，后壁我再计较啊。我先来。雨旭啊，啊，安尼吼，这件新的这个投资案，全力。交给你去办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。好，我来你房间休困哦。好。雨旭，姐姐，安怎啊？啊，你有困头无？有啊，都困起来。雨旭，你甲爸爸好好啊？你毋是讲过，迄病仔囝无过面想啦。而且即摆爸爸足信任我，交代足侪代志，互我负责个呢。啊，毋过，哎呦，明日也毋过我啦。你着好好做你个小奶奶。啊，假使讲无聊吼，你着去踅街啦、买物啊，知影无？嗯。我先起来啊。虽然青青对雨旭如此容易就和父亲修好的事，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但是雨旭的说辞倒也顺理成章。只是一桩始料未及的冲击，即将180度扭转青青的人生。像迄个囡仔敢讲好啊？少爷，已经好啊啦。哦。即摆吼，先甲小奶奶送过去嘿。啊，唔免啦，时间无早，你先去休困啦。等下我家己哦，再泡互饮啦，吼。安尼哪好意思啦？无要紧啦，紧来紧。先等你休困啦，吼。少爷，你对小奶奶吼实在是真好呢，逐工拢爱添鸡汤互伊饮。这无啥啦，紧来紧。紧休困，紧休困。好啦，无我先来休困。啊。
啊睏遐济啦，逐摆拢睏啊，甲咧死人咧，一点仔趣味都无咧。好啦，就跳没了。你巴肚底的囡仔根本就不是我的。但是我要讲啥？但是到这，我就坦白跟你讲，我身体哦，精虫都不足，根本就未生。你讲啥？这个囡仔。到底个囡仔到底是啥？对我来讲一点仔拢无对。就算是安尼，你嘛袂瘾生给我，我你也办不了啊！你到即阵，你遐无问题。阮阿爸叫我带你来目的，就是叫你替阮家生一个第三代继承。你讲啥？因为我无多生，阮阿爸。才想出这种办法，来打电话，寻出一个有阮家系统的第三代继承人。就为了这好聚会，你竟然做出这种烂的代志，你都是真心，你不是人，你都不是人。我早就跟你讲过，阮家人都是被鬼抢着，拢是恶魔，敢无影？因若无问过我，趁我第出差无去的时阵，就姊妹嘛做出同款的代志。哈？所以今日才会坚持要甲你离婚。我无愿意甲姊妹离婚，也毋过阮爸爸，伊无爱互我继承财产来做遗产。阮妈妈伊嘛甲我苛刻，就算讲娶了新的家哦，嘛会当阁继续甲姊妹来往。想想等囡仔生落来了，
将来还是有机会会当甲进美福啊！我这边讲，伫个离婚证书顶头签字，也毋过我错啊。女婿没想到，静美根本没办法忘记被相府强暴的事实，她甚至连女婿也恨，多次对女婿表示说，永远都没办法原谅他们一家人，这让女婿很恨自私的父母亲。所以当他知道青青怀有他人的小孩后，便设计父亲和青青发生关系。我的目的啊，就是要让那百粒春光，你巴肚底的囡仔是阮家的后代。等我接受财产，我才好好啊报复伊。所以你就嫌弃我？你敢知影？我真正最爱你的。对我来讲啊，即摆除了报复以外，无任何的代志对我有任何意义啊！你哪会遐尼自私？你哪会个安尼？我实在是无法度忍受，我要离开这，我要离开这，做做主了嘛！考虑一下，代志都已经行到这个地步了嘛，啊？你真正什么物件拢无要得，就要安尼离开，要放弃这么大财产？我告劝你，你还是选择好好跟我合作。当厝内底的人，捌伤害过我的人，付出代价。女婿的残酷和无情，让青青在万分绝望之余，对他的爱变成了全然的恨。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，他忍受着被女婿出卖的痛苦，继续留在向家待产，为的就是要等把小孩生下后，要对向家一家做出最严酷的报复。我不疼了，我
对不住你。你别讲遐尼多，我这里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就好啊。假使讲啊，我若是无想要报仇，我早就无想要活。这个姊妹，我袂用无伊。我今仔就是袂，感觉着伊个伊个啊。雨雪，别惊醒他！雨雪，雨雪，别惊醒他！雨雪，雨雪。虽然警方很快就逮捕了世华，但悲剧却依旧已经形成，雨雪因为出血过多而死亡。青青提前产下一子，向伟因为受不了失去爱子的刺激，住进了精神病院，就连向父也因摔下楼梯而变成半身不遂，连言语都有困难。安太啊，你好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几位都是公司主要的干部。大家好，实在是真歹势，恁这无闲，搁请恁来。各位，因为董事长身体欠慢，所以讲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拢交代洪太太来处理。这份是董事长的授权书，同时今仔日请各位来，也希望各位来做一个证件。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，民警也会当提出来。董事长，大家拢无意见，安尼麻烦你转一台音啊。爸，你今日有欢喜无？你看，这个囡仔足古锥的哈，你有感觉？伊该生得足神的无？爸，我知影你对雨旭一直足不满意的，所以哦，你想要生一个有出头的继承人来继承你的家产甲事业。即卖雨旭已经死啊，你一定把所有希望拢放在这囡仔身上，对无？爸，啊，不过吼，有啥代志，我实在是足不忍心污骂你。其实，我早就知影雨旭未生，所以。你一定想讲，这个囡仔是你的，对无？我老实跟你讲啦，这个囡仔是我让伊个杀人犯强奸生下来，根本就不是你的。你即马半身不遂啊，连讲话都讲不出来。雨旭哥死啊！我要让恁哦，永远都无后事。一粒沙，伤心甲。
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只有后土情缘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甘会变分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